这个周末又被唐嫣美醒了。近日，唐嫣穿着一条粉色长纱裙亮相正在举行的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。现场照片中，唐嫣看起来状态不错，端庄大方。唐嫣工作室放出的精修图中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简直仙得没话说。一出国外，有个东西是一定会被拿出来说的，就是外媒的高清无修图，这对颜值的要求可是很高的。这不，才刚亮相，唐嫣的外网图就被放了出来。无修图中，唐嫣除了妆感重一点，肤色没有这么白了之外，其他几乎跟本人没什么差别，皮肤状态也保持得非常好。网友们也是感叹道：果然底子好，怎么拍都行。